为什么烦恼陪伴着我每一天？你说那是少年的懵懂轻狂在作祟。要上台了。情话，好的，现在是带妆来彩排，对，来看一下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已经开始布景了，希望能够好好表现，看一下自己能出什么效果，拜拜。好的，现在是凌晨3:38，我们已经练完舞，准备离开了。明天还有早八的课呢，对，我跟大家多说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刚洗完澡，然后想来跟大家说说话。对，最近还好吗？有段时间没有来看大家了。我呢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还可以，因为最近中戏变成了线上上课，所以说之前的很多计划都被打乱了，然后呢就得重新安排我的时间，对，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咋样啊，最近给自己安排了不少事儿吧，有时候练练吉他，然后看看电影，还有偷偷的在学习一个东西，对，然后看看剧本，看看书，还有什么？空下来就锻炼锻炼身体，哦，还要练声乐，对，唱歌。在我自己的房间唱歌真的很爽，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在小小的空间里慢慢汇聚出大大的能量吧，对，就这个意思。还有什么？哦，最近在看世界杯，对，世界杯呢，看得挺激动的吧，每天，反正就是，有时候因为是半夜的比赛，就挺那什么的，但是又有很想看的球队，然后就会选择半夜，先睡一会儿，然后半夜起来看一下，然后有时候第二天又有课，所以说就只能这样。但是还是在一个尽量不耽误课程的情况下来看这个球赛，差不多吧，然后就是上一些网课，交一些作业，那把自己的房间也布置了一下，现在还挺好的，也是我想要的一种感觉，然后还有些东西没到，到时候到了之后再把房间完整的布置一下，对，话不多说了，拜拜，晚安。